因为发那个就是电影的那首歌，然后我打扮得像小仙女一样，然后他们毫不客气的在我头上飞了一个多小时，一个多小时的秃顶啊！我只能安慰自己，哎，我挺像海盗船长的。三军主帅岂不止步？万路三百步，传扬的任务。文采替代侍卫，虎烈骑在马背。三国班主与儿谁？习武的明珠，英雄不识数。自古美人计，美人不清楚。天珠沉珠两点，山河斟满酒杯。半壁江山不出美。折扇开启，道别回避，笑颜无奈散去，散落的寂寞已赠予你。说逍遥大哥，那是因为便宜啊，4块钱一个，谁都消费得起啊，2000多，2000多，2600块钱的一个土豪礼物。哦，不对，因为那个时候逍遥大哥没有在我直播间。习武的明珠，英雄不识数，自古美人计，美人不清楚。金珠沉醉两眼，山河斟满酒杯，半壁江山不皱眉。折扇开启，道别回避，笑颜无奈散去，散落的寂寞已赠予你。是到情到深处啊，情到深处自然刷，真的是没毛病。嗯，我也觉得一般。其实真的就是，我觉得我直播间是属于那种看我，对对对。